好啊，你把文件准备好，我一会就到公司。哪来的臭乞丐，真晦气！小伙子，你能不能积点德？这样做还有良心吗？关你什么事呀？吃饱撑的是不是？我奉劝你一句，恶人啊，终会有恶报的。我告诉你，我没有时间跟你废话。我要去谈一个大项目，我这个项目要谈成了，比你们命都重要。哼。哦，对了，忘了告诉你们，小心他讹你啊！哼，一个比一个傻。小姑娘，你是不是渴了呀？小姑娘，是不是饿了？喂，我在公司楼下。你派两个人来楼下，把这小姑娘给安排一下。好，我马上就回去。小姑娘，你先在这里等一下，以后呀会有人来接你的，我还有事就先回去了。走，休息。好的，老板。我说啊，你们老板还有没有一点时间观念？我都等他几个小时了，这个合同啊还想不想签了？赵总。小李，你先下去吧。不好意思啊，刚才让你久等了。原来你们就是赵总呀、啊！刚才的事情呀、啊，纯属是误会。但是呀，误会归误会，这个合同该签还是得签呀。我也觉得刚才啊是个误会，这合同啊该签的但还是得签。还是赵总爽快，大人呀也是小人过。什么？解约合同？幸亏刚才在楼下一件小事。才让我看清了你徐总的人品，才能让我及时止损。赵总，你可要考虑清楚，我可是带着大项目来的。什么大项目小项目，区区一个项目对我来说不算什么，这项目不是签不签的问题，是你啊不配。赵总，要不然这样，你只要答应呀，把这个合同签了，楼下那小乞丐的衣食住行全包了，咱们呀就当之前的事没有发生过，您看这样行吗？瞧把你吓的呀！我呀，只是给你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而已。是是是，赵总，你看这个合同。合同？什么合同？哦，我忘了告诉你，我从来不和陌生人开玩笑。赵总，你可别后悔。难道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？刚才你在楼下踩的不是烧饼，是你的饭碗。出去，出去！你是绑架的人，你绑了我的魂，困在其中。